接下来请收看二人转总动员云搭档。我打算和我的女神严淑萍老师来上一段双闺门。我就和我的偶像郭旺老师为大家搭上一段。好政策打开了心中的门两扇儿啊，多年的干了树又冒小牙尖儿啊。咱们说一上回，单说在民间呢，有这么个小艺人，他叫葛平，报名参加了二人转总动员云搭档。欲知详情如何，咱们接着往下说。大家好，我叫葛平。疫情期间呢，在家待着没啥事，爱上了模仿。刚刚那段评书啊，大家觉得我模仿的单田芳老师像不像呢？带给大家模仿一段，你看看像谁啊？大家好啊！我给你模仿一下这位老师啊。感谢二人转总动员呢这个平台呀、啊，当然不能谢了啊。对吧？马三立老师这个嗓音沙哑，我挺难学呀，我学的挺长时间了啊。接下来给大家模仿一段影视剧啊。悟空，师傅，我这有三对关变化，七十二般变化，你想学哪一种啊？啊，师傅，俺老孙想学七十二般变化呀。孙悟空这段学艺呢？大家伙觉得我学的像不像呢？就我这模仿能力，我这嗓子不和名家搭档白瞎了吗？一会儿啊，我打算和我的女神严淑萍老师来上一段双闺门，你们就瞧好了啊，走了啊。你的云视频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没想到就是咱们在这个云视频当中还能见到因为咱们在名师高徒见到过第二个没想到就是说在我们的疫情期间在家咱们都在家待了很长的时间，你逼出了很多的才艺，了不起，这么长的时间没白待，才艺非常好，学得非常非常的像，咱俩的双闺门让我觉得也非常的好，体现了二人转的小旺旺唱欢了不唱蔫了，确实是很欢实啊，舞蹈身段也很好啊，但是我觉得小帽呢也是有人物的啊，在表演上再增添一下人物和情感就会更好了，比如说你过来有啥事儿，你看看外面什么风丝儿，咱们两个人抱着孩子啊，得有一点点人物就更好，你可以跟我交流一下，虽然说咱们不能在一个环境当中，但是也要有交流，非常好，希望你能够成为我的备选搭档。大家好，我是床垫设计师海亮，来自沈阳。大家可能对床垫设计师这个职业呀，感觉到非常陌生，但是有一样我说了，您就会感觉非常熟悉，那就是我也是一名二人转爱好者。怎么感觉不像是吗？那么接下来我就唱上两句，您品一品是不是那个味儿。王二姐闷坐绣楼，眼望京城啊，思
想起那二哥哥呀，张献公啊，哎呀，好了，就唱这两句。可能大家也会想哈，为什么唱三出头呢？大家看看我每天的工作环境呢，都是和床垫打交道，那么找二人转搭档啊，非常不容易。这下好了，听说二人转总动员推出了云搭档，好多二人转老师在线等着我们呢。好，那接下来我就和我的偶像郭旺老师为大家搭上一段，也请您点评点评。那这个环境不太适合，我们换个地儿，走嘞。跟我搭档，你说咋唱就咋唱，走。设计是最棒的，声音呢非常圆润，而且那叫动作呀，那形体呀，那叫拿捏的到位呀，尤其你那网过麦单啊，网过麦单啪啪上眼神啥的，就好像在咱俩在一个屋的，不是，你在一个屋，就你的背景，尤其你的背景跟我这背景还挺搭呢，真的，咱俩一开始就像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我跟你说，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备选搭档。你就按这个水平这么表演，这么唱下去的话，我下次还想找你。接下来请收看第五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拿手好戏。你言说是我的二哥回家转呐、空口无凭我不认长啊，好像也在堂楼双膝跪倒啊！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首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独松决赛第一轮的第三场比赛，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五组选手们的拿手好戏。
拿手好戏四环节为选手的正戏比拼环节，评委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十二强，其余选手进入下一环节进行才艺的比拼。头一张啊，给我感觉干净利索，很专业，表演也很到位，这将来都是咱们未来的接班人。成为擂主的这组选手郭兴迪、张秋月，恭喜你们。在舞台上哈，缺乏一种女人的魅力，高音的上好像还有顶不住的时候，就是还不是达到你那个最优秀的点。成为擂主的龚立峰、孙龙、夏思雨，我会再来的。得了官可没忘苏三呐，空巢烟花华云楼，寻花问柳啥事儿都干呐，精卫逃将将为他继承孔明执掌兵权，身经百战久伐中原，一心为国，酒色不贪，贤美你把心放丑，我不嫌，我情愿与你呀，哎呀，被放乱呐、啊，哎嗨呀，你我二人情意重啊，哀恶受冻血干呐、啊，咱俩几时再相见？就在今夜三更天，三更相见在何处？就在蓝河桥上边，你若先到。等着我呀，你若先到，千万可等着咱呐。远走高飞到外地，夫妻同心过呀，过百年呐，哎嗨呀，哎哎哎，夫妻同心过百年呐，哎嗨呀。三七爷垂头回家转，快呀回家。盼黑天呐、啊，我那有心把书念，回言只是挂金笺呐。照相孙李兰小姐，周武郑阮来瑞典，观看金彩不看字儿，好打爱到三更天呐、啊。一路小跑到桥上，桥上不见然瑞典，不用人说知道了，准是活多没干完呐、啊。公子正在桥上等。天盖上西北脚下阴了我天，一个霹雷一个闪，瓢泼大雨下得欢，我有心桥下去背雨，又怕瑞莲找不着咱，脱下蓝山桥头挂，又把金簪别上边，我一到桥下去背雨，不怕更深夜风寒，不怕雨大河水涨，怀抱乔装等瑞莲呐、啊。那曾想着山洪爆发发大水，水漫蓝桥中有红波波荡浪卷卷走，归魁元呐、啊。来当助演这个不够啊、嗯、啊，为什么？观众没听够、哦、对不对？而且今天你看啊，来自黑龙江的张小波老师，哎，他平时也特别忙，难得来一次。当然如果说你们两位形成一个组合，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唱上一段，
这段好像是金老师做的曲吧？对，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金老师？啊，对，不，这是82年，首演是咱们在座的我师傅韩子平和东伟。哦，那你觉得今天秋月唱的怎么样？你也给点评点评。我看唱的还是不错，我跟你说点不足就是什么呢？节奏要准，是吧？你这个唱的这段的时候有好几个地方，是吧？就和板有些脱节，这个一定要注意。好，谢谢金老师，来吧，有请下一组。唱得非常的柔，还很会表演，他是一块好料，这都是将来咱们有希望的孩子们。成为擂主的龚丽芳、孙龙、夏思雨。曲牌连接也有问题，唱腔也很散。本场比赛的擂主龚丽芳、王艳辉、陆媛媛，你放心，爷爷奶奶是我阿姨，我一定会下来的。当你拿起话筒，当你走上舞台，当你定住呼吸，等待弦板响起的一刻，当你忘乎所有，当你全力以赴，当你遵从内心，追寻
师门开启的瞬间，不是因为掌声，不是因为欢呼，不是因为赞许，不是因为别人的期待，是梦想，你的梦想，让此刻的你如此坚定，如此非凡。现在是在咱们吉林省学戏吗？学多久了？我学两年。我学了两年半。一般多长时间能回一次家呀？大概一年能回去几次吧？要是一年的话，应该能回去两次。那告诉我，想不想家人呢？想。那你一般在学校的时候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想爸爸妈妈的时候，只能躲在被窝里哭。
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坚强一点。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一定会特别的心疼你。那孙龙，你告诉我你呢，你和家人团聚的时候特别多吗？非常少。听到这样的一些话，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对这样的一些孩子们特别心疼，包括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好在孙龙啊，他的妈妈对他在学习二人转，包括二人转这方面成长道路上付出了很多辛苦，而且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方式，是什么呢？只要孙龙平时在演出的时候，演出即将开始了，哎，他旁边有一个他很好的同学就会拨通孙龙母亲的电话，然后呢，孙龙的母亲就会通过这个电话一直在听着孙龙演唱，然后有些什么他母亲觉得不好的，虽然我知道你的母亲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对吧，但是他会觉得不舒服的就会及时和他的老师来沟通，其实也是在帮助你成长，帮助你进步，对不对？今天他的同学就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来，咱们掌声把他请出来。你好兄弟，你好啊，这里请，这里请。这是好兄弟啊，告诉我，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对不对？对，非常对。是不是事实？是事实。但是你得，我们有一次在演出的时候，就记得他唱一个戏，大约在40多分钟，我他妈给我打电话，我已经打了20多分钟，手机那时候手机没电了，你知道吗，海哥？没电怎么办？没电了之后，我用了我一个同学手机，马上给回过去了。继续听。对，继续听，那个足足听了40多分钟。后来阿姨给我交点话费，交了100多，现在我还没用，还用着呢。哦，你算偏得点话费。那刚才他们俩在唱戏的时候，有没有给孙龙的妈妈打电话呀？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来，咱们往这儿看。情绪了，怎么就想到那样一种方式来帮助儿子进步呢？我瞅这行挺好的，我就给我儿子送这里学来了，学二人转。哎，我儿子永远是最棒的，我爸爸妈妈永远都支持你，儿子加油。希望你早日登上理想的舞台，谢谢。好，爸爸再说两句来。儿子你棒，真棒。觉得今天儿子发挥的怎么样？我还行吧，这两天孩子有点感冒了，挺好的。那平时照顾儿子肯定是很少了。很少。那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对儿子有一点点亏欠的那种感觉？有。孙龙，就让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同学一起听听评委老师怎么说，听听严老师怎么说，好不好？谢谢。刚才我觉得我想到了有两份感动。第一份呢，我想就是说好多选手父母给予孩子的这种支持与鼓励。第二份感动就是我们栏目组这些年来一直给我们这些选手创造了很多和亲人相见的机会。应该说在这个舞台上相见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好多选手可能有一年有两年离家很远，我们栏目组就创造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你们俩今天选择的这段西厢，而且编排的非常的好，应该说你们今天完成的非常的完整。头几次没觉得你们在舞台上这么稳当，今天看到了你们在舞台上有经验了，稳当了，唱腔也是游刃有余的，在完成你们的唱腔。再次的希望你们取得好的成绩，谢谢。好的，谢谢严老师，谢谢。来吧，一家人赶紧好好团聚团聚。来，有请下一组。我叫樊洋洋，我是一号。明义。是我们俩还有肚子里边的宝宝。你说你怀孕3个月的时候你来比赛，孩子8个月，1岁都不到呢，你又来了。这大胖小子真招人稀罕。不简单，
有特别这个丑，他这个声音挺绝。我斗天正啊，阵阵为了马刀。杀入年度总决赛的就是四号。怎样慢慢的将来，卖青丝换露西呀，埋葬二老年，为二老三年早孝，肝肠寸断呐、饭难吃，眼泪苦干，好容易找到了京城县，陈世美得宗高官忘了当年，既然今日他让你把我撵，你看我有冤难诉，有家难回，荒子庙里多可怜。既然你领了你们老爷令啊，快拿我人头去见官，是真人和海卫身穿绸缎，全人等我要鸡犬上天呐、喊起我打开小扇，留神观看呐、大人，贫妇人句句说的都是实言呐。将我来欺骗，更刀下险些造成不白之冤。常言说那虎毒不吃亲生子，驸马他杀妻灭子理不端，回身便把贫妇来做，追声亲相连要你听然。今天我不杀你们赶快的走吧，我今天放了一门母子三。
那我问一下旁边的上庄，我们大家很多朋友在看以前的节目的时候都知道，你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来比赛了，然后后来在七八个月的时候就来参加的复活赛。对，现在宝宝出生了吧？出生了。不是，我不是，我儿子不是出生了，我儿子现在十个月了，早就生出来了。早就生出来了哈。对了，现在十个月了。哎呦，都十个月了。哎，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啊，在唱戏的时候，包括平时练的时候，儿子会不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动力？会呀，我一唱，我儿子就搁那嘎拧啊，给我伴舞。他是拧的吗？还是在抗议？为什么妈妈你不哄我？不会是这样？不是，我儿子就得意这行，一看儿子总动员那样坐老老实实，就搁那看，一动不动会。就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就看儿子来，就得意这玩意儿。哎呦，那是你胎教的好。不，我一唱他就给我，一唱他就给我拧，真事儿的，一唱就给我拧。一唱就拧。啊，虽然他不会说，但他明白咋回事，他说不来，不会说。哦，那你看来，将来得好好培养培养他了，是不是？还得培养我儿子干唱二创。那，那个，我们就对你这个宝宝吧，特别想看看他长什么样，不是有没有什么照片啊？有有有有 有照片。有啊啊有啊，那咱看看去，咱一起看看好不好？来来，这个特别从小就喜欢二人转的，哎呦，未来小明星贺，哎呀，这小样真精神呐，长得像我吗？像啊，真是你们全家福了，对不对？对，还那是你老公啊。好，那我觉得今天家人们都来给你们加油助威，而且本身你们俩也是亲戚了。是，对不对？对，所以等于说是给你们俩一起来加油的。哎，那我相信他们俩一定是充满了前进的动力。这个时候，韩老师，您来给说几句。这对演员应该是十分成熟的选手，但今天这段戏很遗憾，我们听了一段大评剧。这个要作为才艺都可以，因为这个毕竟他还是曲种不一样。这个两个人唱没问题，舞台调度呆板一些。还有一点呢，我准备还再继续提一下，还是弄一个水沙围上，啊，有网子。你们这对选手，我是比较看好的，也希望你们能够取得好成绩。谢谢你们。谢谢韩老师。好，谢谢韩老师。那刚才拿手好戏我们听过之后，现在把另外四组选手也请回到这个舞台上来，掌声欢迎。好了，那看过了刚才五组选手的精彩表现之后，我们场上的这七位评委老师辛苦一下，请你们认真的思考一下之后，明确的告诉我们，通过刚才两个环节的比赛，你们觉得哪一组是您心目当中觉得到现在为止表现最好的？赵小波老师，我支持四号。四号。冯老师，我支持二号。二号。我支持四号。张璐老师，一号选手。韩子平老师，您这一票投给谁？我支持五号。龚伟老师，我支持二号。二号。那金世贵老师，您的意见呢？我支持四号吧。四号。那现在两轮比赛之后，结果已经出现了。我们场上的四号，他获得了评委老师更多的票数支持，恭喜你们进入到下一轮比赛。场上的这四组选手就又要开始进入到我们下一环节的紧张厮杀，来看看我们场上剩下的这四组选手谁能够一压群雄。一压群雄，此环节为选手的才艺展示环节，120位大众评审就本环节选手表现投票，得票比例最高的一组选手直接晋级12强。明月光，静静
京照西厢，西厢绣楼内住着盈盈女红妆，佳人相思苦啊，夜夜想张郎，首府要亲近新曲，高山流水诉衷肠，有情之人难呀难相见，相思之事嘿呀嘿夜夜长。脚踏黑土地，头顶一片天，一撇一捺两个人活在天地间，人间有正道啊，岁月有刚强，路途扬名留千古，师兄无愧过百年。脚踏长春市啊，站在了总动员，感谢各位评委都来捧场，我谢谢大伙都把戏的关，咱们演员走在江湖的路啊，画的是朋友的钱，五湖四海咱们交朋友，相聚就是有缘。各位评委深深祝愿，祝愿你们一马当先，喇嘛一面摇，喇嘛摇一摇，我在台上深施一礼，祝愿好人一生平安，嗨嗨嗨，家家都趁100万元呐。海深没有父母的恩情深，一首千张纸送给在座的评委老师，愿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之灵啊，保佑
金世贵老师啊，您觉得他们的才艺怎么样？先说说这个柱子吧，是吧？这看起来在整个这个演出中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柱子这卡戏是真不错。根据我这个鉴赏的标准呢，你已经达到了，是吧？这个唢呐演奏这个技巧的专业水平。我再说一下咱们这是一号哈，一号这两个演员，一号的两种选手，尤其这个女演员，哎呀，她令我非常感动。你看她的唱腔，哎呀，她听的都是非常准确，是吧？演唱的非常好，非常到位。二人转这个总动员的舞台，是吧？永远是欢迎你，是吧？希望你常来啊。好，谢谢金老师，谢谢。那张璐老师，看过了他们的才艺表演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当然了，我也是跟金老师和所有观众一样，最喜欢的还是柱子刚才这个表演，真的是非常专业。单纯说刚才三位唱歌，我更喜欢一号的男演员的演唱，他这段歌曲尤其后面的即兴表现是这三位歌曲当中我认为还不错的。一号的江玲是我格外偏爱的，江玲，你现在挺起胸，把你头抬起来，其实你很漂亮，只是您从头到尾一直在低着头，好不好？抬起头，让大家看到你的表情，笑一笑。你真的很漂亮，我支持你，谢谢。艺压群雄，朋友们，大大的手绢象征着团团结结，和和睦睦。